房子要租出去，所以我们想把现有用不到的东西送出来跟大家分享。他是一个很爱物惜物的人，因为我跟他同事20多年，我了解他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爱分享给需要的人。冰箱、洗衣机、烘衣机、书桌、衣橱、书橱、沙发、电视。我知道他在做这个事情，所以我每次有这一方面的事情，我都会联络他，请他帮我。上个月底的时候刚好有访视，在访视当中有个案说他家的洗衣机啦、冰箱刚好有坏掉，这姻缘就很好。这有没有像在嫁女儿？有耶，希望他有一个好归宿。民间中华一般大家拢用智慧，好这个物件会当完圆满，会当上到安家的手上。输一下厝拢卖了，还佫哦，还佫即摆伊个碰伊再来，还佫害伊，佫加佫换出租来哦。我足感恩的，感恩这主持家这个心灵，足欢喜的，安尼，真正大家在安尼，甲我来帮忙啊！啊，我就讲，我去拜迄孙，我讲，若要读册，家己会去哦，我就要带倒捡环保啦，啊，倒捡迄个回收，安尼啦。